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咱们继续看比赛，这是8月10号进行的最新比赛啊，利百文大师赛邀请赛，火箭奥沙利文对阵丁俊晖的表演赛，这是表演赛啊。那么现在丁俊晖4-0梦幻开局，这是双方的第5局，现在火箭上手。在这里的话我支持一下火箭，打人家火箭一个零封不好吧，是吧？1-5也好啊，好，加油啊。来看看这个 NK 球，底带还有个大角度，中带的话也不错，还可以，这个 NK 球还可以。好，大家帮视频点赞啊，咱们一起来看球，最好来一波强烈推荐支持一下啦。不会真的5-0吧？不会真的5-0吧？来，丁俊晖机会来了。这个局面的话，尽快把这个粉球给打回来啊。不错，叫到粉球。看看粉球归位。还有。耶，篮球顶带也没有，还进攻粉球啊，中带这球太难了。不过大家不用较真啊，这是表演赛。好，火箭要进攻中带，耶，不错，叫到篮球，粉球啊，优先把它打回来。这局面还是挺乱的。两边都有边库球，底库还有两个底库球，还有两颗也被锁死。哎，这回粉球来个要球台。这也算秀了一杆，中带，这回不好叫了，越来越难了这个局面。选择 K 球。还有没有？有的话还不错，这样的话又有两个红球可以打了。过了啊，这杆球过了，那就需要要球台。怎么样？漂亮，非常到位，好球。
没 K 好啊，火箭都发火了，火箭都有火的，44-44，那就领先30，台面59，这还没敲分的呢，我去，大家都以为这杆球要断，要做防守。这就来了一杆长台，台面59，金雀黑需要追分，来个连打带防，一点点的小低杆啊，避开下方那两个红球，连打带防，好，基本上不会有防守的啊，都是要进攻的了。毕竟就是表演赛，可以杀黑球，没有，做防守了，漏了个袋口，来，刚好被挡住。那咱们就来看一下防守。打箭，打箭，台面还有43。哦，打粉球可以敲分，不过这球没打进啊。这球他也不应该拉回那么远，应该留一个粉球来叫粉球更好。黑球有没有？没有。留给辉哥的分数不多啊。进好球，过瘾，这才是表演赛应有的样子。这球怎么玩？要不就篮球来做他一杆吧。中袋啊，颠了，太颠了，太颠了。看分数啊，看看分数。他们还有27。需要清台。
哦，那就漏球了。这局应该是我建的啊，这么简单。1-4，终于扳回一局了，不至于剃光头。啊，咱们下期接着看，看丁俊晖能不能够结束比赛。